大家好，他是康康。大家好，他Smoggy。 朝歌就像大树，郭浩东就像土地，我们就是在他们的光阴下生长的孩子。你滚你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有个妈的，什么意思啊？要骂人是吧？我操！ 怎么排名？在这边排名都有。不要叫，不要叫，打三局了。哎，我操！在这排名。不要叫，不要叫，现在 fuck up。屁股，我偷到了，屁股我偷到了。可能不可能，兄弟。哎哎哎！我操，好鸡巴能叫啊你们！我突然不知道这是哪。 假设流落荒岛会带哪位队友？带球球去，因为如果说实在没有东西吃的话，他肉有点多，我要把它吃了。没有，但是我一坐到那个训练室，我每天就很高兴。呀，他坐到训练室，他每天都在说：“我好想死。”我操！老他控制不住，我操！我说大伙都挺高的，你们为什么要发球球啊？球球他妈的，我运球的时候，我他妈的都摸不到球，你都得趴下来抢断。 球声又不是篮球运动员，球声是打电竞的，跟身高有什么关系？对面全友说，还有说球球直播间来的球声已经掉小珍珠了，好恶心啊！王三旭就是每天在傻笑，我也不知道他傻笑什么，有点笨感觉。卧龙故情，笑说品阴阳包乾坤，没有想到去陷害那个，世人疯狂嚷嚷，不过图碎银几两。AAK 哥哥带我上分，好不好？